来看新竹县竹北市对新学期开始会有规加气人课程，透过巡回方式去到14间的各中小，除了有人形加气人，也佮有三太子、人师加气人等等。透过专业的工程师带学生认识新科技，增加囡仔对学习科技的兴趣。透过太阳能，地当让红仔机器人振动起来。工程师把专工伫边啊教囡仔。制作机器人的原理，学生哪算哪学习，拢感觉真趣味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玩，然后我学习到就是用太阳能也可以发电，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合作，一起完成出一个恐龙，然后一起比赛，一起对战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新竹县竹北市因为挖进新竹科学园区，科技人才特别受重视。市公所专伫新学期开始规划出机器人科技课程。学生自细汉就开始接触科技教育，而老师对科技课程也充满期待。对小朋友在学习动手做的能力啊，结合科技啊，真的是感觉越来越有意思，然后可以引起学生非常强烈的学习动机。希望透过这样的启蒙教育，让我们这座科技城的科技教育可以向下扎根，可以让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之上。目前科技机器人巡回课程拢总安排56场活动体验活动，以及14场的 DIY 实作机器人课程。台北市长讲，这两年 AI 人工智慧长时行，期待透过课程为台湾培养出更加多科技人才。记者杜君和，新竹报道。